这是一百袋吗？猫砂到了。这俺们自己买的，一百袋猫砂。这家伙废了，要是买到现在没光洗。不断，你蛋蛋能吃能喝，一直都这么活泼的。去告那个小黄狗，那个起名呢？挺好的，这几碗鱼都挺好的，挺成功，一个个精神挺饱满。回家吗？啊，儿子，回家吗？丹丹，挺壮壮，哎，挺好，一个个挺活泼，还行，这节育挺成功啊，这老师节育挺厉害啊。哎，不是老师，这张院长啊，这张院长就给这么大狗节育就缝两针，我们一般都三针四针，真可以啊。这个院长手法可以啊，嗯，厉害，佩服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再没有垫了，再找个铺个垫儿。哎呀，够了，足以了，走了，待着吧。别待着吧啊，再搬出去一遍。财主 Angela， 滴，这又出来四个窝。都出来了，看看他们打架不打架，出来玩呗。这几个妞全出来了，出来玩多热闹啊！不打架行吧？不打架搁外面玩吧。牛一，财主，财主跑哪儿了？财主进来了，那是财主，我给他起的名。等一下，棉好不好？可这边儿了。嗯。啊，他节育了。哎呀妈！哎呦！这老能跑了。财主，哎，你高兴，他高兴，
憋完了，财主。你看这两个小滑豆，长得都长两跟小缸似的。这得搓一搓呀，哎呀靓仔呀，图乐啊，你站人家窝干啥呀，哎呀妈，这二喜子都跑去了，那他们还上后区溜达去了，这帮狗，你干啥图乐累搁这待着呀，孙诺呗，累待这门给你打开，你能进去啊，啊你能进去啊，孙诺呗，进去，进去，能进去吗？进去，进去，进不去啊！大姑娘真好，她玩的挺好啊，这么整行吗？财主是公的，今天是你的主场，财主。